是一五一一五二，可能我现在停一停这一个啊，送多五份，因为我怕他的位置太多人了，等一下。来，我送多五份啊，后面的朋友我们会有其他的产品再送给你们。谢谢你，你可以 share 看到你自己哦，在这个 live 里面。真的没？
啊，现在在直播。让我share什么啊？share这个 live。好，现在我们剩下的奖品通过了，现在我们送出的是。谢谢，拿去吧。谢谢谢谢。新年快乐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写字，要来写什么字呢？要写什么字呢？写什么字呢？可以留言，想要写什么字？就写个。写个春吧，是我一个手拿手机，一个手写字，有点难度。好啊，因为我写不到一个手。小时到八点就结束了。妹妹写的是这个招财进宝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！要写字吗？什么字都可以。啊，你 like 我的牛牛画廊 Facebook 呢，就可以拿一张。八点之前来到 Mid Valley 都可以。
免费拿一张回去哦。这里有虎星高照，这里有虎符临门，然后我们是在 Mid Valley 的 Food Expo。 Food Expo 里面有 Hall 1 Hall 2， 这是 Hall 3， Hall 2在那边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吃啊。这就是对弈如虎啸风声，对乳如雄鹰翔天下。等我的布置好了，挂上你的写的春联，拍照给你看。好啊，记得带我牛牛画廊。妹妹现在写马道工程啊。好啦，我要写字啦，大家祝大家招财进宝，春色盈门。然后如果想要写对联的都可以 PM 我哦。那今天就直播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